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给我好吃的熟吃，好吃的米饭吃，好吃的素菜吃，好吃的肉肉吃，帮助我吃了身体健健康康，阿们。陈作喜，你给我出去！我们先来拉拉筋，好不好？来，往上，往前，往左，扶得很用。Base 开始啊 ，Drop your jaw， 一二三。年轻的孩子们，你们的存在不是偶然，你们每一位都是天父创造的宝贝，主耶稣宝血重价买赎的儿女，圣灵重生更新要使用的器皿。不要小看你们自己，不要活在过去的伤痛、挫败、害怕和自卑当中，要抬起头来，伸出双手，领受天父的疼爱，主耶稣的救恩，以及圣灵各样的恩赐。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吧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记得要长存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，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，摆上自己，为上帝的国和福音吃苦，为上帝的荣耀求上进，完成天父创造你们的独特目的，直到主耶稣再来。